听说你以前参加过一档节目，甚至有很多黑粉，你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我还在解决。请做一个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做段小薇，我来自四川成都，公司是萌样影视。我以前是一个自信的人，现在没有那么自信了。你听到过否定你的声音吗？我总觉得不管是偶像还是艺人吧，就是你要给大家输出一些好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害怕的不是黑料，我害怕的是自己没有进步。请进行你的最美展示。这个很好啊，对，因为他跳脱了传统的一个，是的，现在的孩子都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传统文化，空间很大。看她跳舞会有鸡皮疙瘩，我觉得蛮有气势的啊，她很适合演那种女侠类的角色，梅超风，还有一点媚劲儿，像张曼玉在那个《新龙门客栈》里的感觉。你是怎么解决的呢？首先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人他们不是故意的，然后我还在解决。解决自己还是解决黑粉？你觉得自己的最大魅力是什么？我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得跟我接触，我第一眼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超难接近，然后觉得我不爱笑，其实是因为我怕生，然后接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这个人很可爱，然后我很善良。虽然可能没有人这么说我自己，但是我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不要。现在，请你走到走廊，来进行班级选择。呀，我刚才跳完舞了。天哪，我是不是迷路了？算了，我转到哪去了？